吃点面面吗？在外面越待的时间越久，它的颜色变得越深。这个呀，鳕鱼，慢慢吃，这也可以蘸，这个好吃。吃你的食物。不着急，都是你的。面面，尝一口面面，今天吃这个，
番茄酱。番茄酱。番茄酱，不要用手手抓，好好吃。已经吃过薯条了呀，吃一点妹妹。手手捧着碗，不然碗会摔倒。手捧着，一个手那个。不是我吃了，第一次七点半还在外面啊，以前这个时候你都已经睡着了。哎，亮亮，亮亮，漂不漂亮夜景？对，走吧，我们去看前面还有喷泉。又下雨了，台风要来了。撞了撞了撞了，不要这样子。喷泉，对，喷泉。嗯，哎，那里有一个，对的。走啦，回家看路啊，不要碰到人哈。
天还蛮黑，更是路灯，但是手机拍出来还挺亮，还挺好。哦哟，骑得真快呀，你真棒！但是你要注意安全的哈。第一次这么晚还在外面。好的，走。妈妈在你后面，不怕。哦，真棒！嗯，累了，走吧。他这个泥巴干了，走吧。哦，哈哈，不能这样玩啊！以后长大骑车也不能这样玩，好不好？走吧，不能碰草边，因为那边会有狗尿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